孔子的时候呢，是有一位，大官，他很喜欢画画，他在睡觉的时候，哎，看到窗户有一个影子过来，因为窗户的外面是竹子，所以一过来之后那看到一个影子，有月光的地方是亮的，月光挡住月光的地方是暗的，对不对？所以是墨竹，墨竹是这样出来的。哇，这很漂亮啊！而且呢，你如果真正看竹子的话，它的构造是这样一过来的话，这一片，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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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对不对？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从窗户照到那个竹子投在窗户上面的时候，它是那个月光是侧的这样投射过来。所以就不是这么整齐咯，它是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就是现在我们教你们的这种画法。所以啊，这个我们这个绘画是汉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文化里面那个汉学是这个占最大分量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所以国际有汉学会议，汉学会议就是汉民族。发明这些东西，这种绘画也跟其他的画不一样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教画叶子，画叶子。现在这个是向右的，往右斜的，一、二。三、四、五、六片叶子往左的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这个回去要练习练习，要不然你们画不好你们都是用手腕在画你们知道吗？这个笔距离纸因为距离的高低不同，它粗细不同。但是你这个手腕一弯的话，这样的话就距离远喽，这样的话距离纸面就近喽。近的话是比较宽，远的话是比较细。而且呢，你画竹子的时候你要中锋，你这样子用手腕的话就没有办法中锋，没有办法中锋，这个是它的特点。那我们现在呢？比如说这个地方，那画叶子的时候呢，是画在竹子的粗枝的最后那一个枝条，才有叶子哦，其他没有叶子。你不要把竹叶画在这个地方，OK，也不能画在这里。画在哪里呢？这个粗枝，再来粗枝，就在这个地方，最后粗枝。最后出枝。那你如果是有好几个出枝，比如说我现在呢，这个地方出枝之后，它又出枝，那么这个部分它叶子就长在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知道吧？在最后分支的那个枝条上面，叶子出在那个地方，最末端，我们三峡竹子最多，有空就把那个竹条拔一个下来看，最后那个叶子怎么长，那里面一定竹子画得比人家好，因为那个多起来他要接触竹子还不容易，他一定跑到我们三峡来观光。就能摘到竹子所以呢，我们是得了这个地利之便。现在呢，我们来画一个三片的，一二三，一二三看呢，一、二、三，三片出来了。好，再来画
个两片的，两片像这边的，我也可以弯呢、啊。你看啊，一、二，我可以这样弯呢、啊，两片的，四片的，好。四片的，一、二、三、四，可以四片的。好，那你画好了，这个没有支撑啊，怎么办？没有支撑，你就再把枝条延伸。把枝条延伸去接它，去接它。所以我们刚刚出枝的时候只是一个先粗略的先让它有一个轨迹，将来枝条在这里啊。然后你画叶子的时候可以随性的画啊，你要画哪里画多少都可以。老师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叶子画下去的尾巴会被贴紧，会收的尖尖。那个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太干，第二种情况是你画的时候啊，你画的时候啊，应该是如果往这个方向走的话，你应该是要稍稍稍这样的，要推起来。你如果是这样子推的话，一点不切，你用推的跟拉的，这个拉的是顺，你推的时候一点不切啊。这个一个原因在这里。花叶子都是中锋。老师，你刚刚画那个叶子一排不是很多叶片吗？这个不是白板上面不是这边的白板，你原先在这个这个哈是什么呢？我们实际看的时候，它竹子的那个枝条哇在伸过来，它是因为多了嘛，叶子多了就垂下来，对不对？变成垂竹，就是雨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雨竹是怎么来的？因为它同样的一个枝条，但是它叶子多了重了嘛，本来是向上的，现在反而向下了。所以晴竹向上的叶子往往是新竹。可是老师，它叶片不是很多吗？也是叶片很多，对啊。叶片很多，那你想哎，怎么会只有这样子？应该是排排站，对不对？排排站就没有艺术。等下一次啊，我把那个竹叶再来给你们看，我换一个角度你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很好玩啊，就这个样子。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可能有十片，可是我们画了五片，剩了五片就省略掉了，不要它了。对对对。但它真的是有的。还有呢，这个竹子的这个分支到了末端的时候，常常有一片，有一片啊，常常有这么一片，这个老师这样子画就比较不漂亮，刚刚那样看多那个一片就觉得多一个人就好看，对不对？不好看的感觉，多这个不好看，对，感觉上对。那你现在觉得说，画了以后看见，多这一片好像不好看，对不对？那我们还可以给它加，再给他加，因为画竹子很好玩，就是你可以随时加，没有给你一定的这个规定的。好，那这个地方这些刚刚延伸过来的，那你也可以给他加个什么呢？一二三四五片好了。
老师，那个浓淡要怎么分？就是浓淡地方分配浓的，什么地方要分配淡色的叶子？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就规定，但是你们呢，每笔下来有一点浓淡就可以了。笔尖总是要浓，啊，笔肚子可以浓一点淡一点，啊，笔尖要浓。好，现在是这边啊，有了一些了，啊，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边，这一头啊，啊，这一头，你看哦，这个是往那边弯，好，我们就来画这一些，往这边弯的，啊，这样子啊，一片的，这是一片的。两片的，两片的，再来三片的，三片的，四片的。四片的哈，好，四片的，然后我把那个枝条呢延伸一下，让它有接触到。老师，那个你说枝条延伸是每一片叶子都要支出的，还是说？哎，大略每一片叶子都有，都有达到。一个就好，每一片叶子都要有。像这样一片下来就有好几个叶子都会沾到啊，有沾到就行了啊，这样。好，那这边啊有叶子了啊，这边也给它加一些叶子。那这里呢，我就来一个，三片好了啊，那就。一片，两片，三片，然后那就不管它了，我就要画这里了，啊，那这里往这里弯，那你画这些叶子，